哎，嗨，你好啊，我是哪来一个五颜六色的小女孩啊？你好呀。哈喽，哎，请进，请进。子，这子枫你认识吗？认识，是遥远的认识。请进，请进，你先把箱子放到妹妹房间去吧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们有很多年没见了哈。嗯。还是你们拍那个何老师电影的时候。对，七年了。哎呀，真是快。妹妹，你张罗一下。好。新朋友。你知道宋轶吧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还看过她演话剧呢。是吗？嗯。演的那个我们的荆轲。哦。嗯，孟岩的那个。宋轶，啊，这是丁一腾，宋老师您好，你好你好，你好，看过您演话剧，是吗？对，我们的荆轲，啊，对对对对对，看过您演，对对，希望我们能合作，哎呦，好早之前了，哦，嗯，对，非常开，我现在其实也挺想演话剧，好久没演了，就是演那个荆轲是吧？对，演的很好，非常棒，没有，非常棒，真的，哦，但是那个时候小就大女主，不害怕，对对，大女主。就也没有什么压力，没有负担，都替你捏把汗，无惧压力，对，很厉害，那就挺好的呀，这不要有压力，对吧？哎，胖弟儿，哎，你把冰箱里有一盘那个西瓜，你拿出来。好嘞，嗯，哎，是这个吗？对，这个是你看看，这西瓜特新鲜，嗯，你看，奥特新鲜。这是一个叫仙德瑞拉的这个吕泰博，包上之后它可以有效抗菌，延长保鲜时间，而它不是那种塑料的，所以看使用起来特别安全啊。晚上我帮你，可以啊，虽然我也不太会做。那你还是别帮我。我是一个煎蛋都会煎成两段的人，但是心是好的。行，但今天还真是没啥活，这活都干完了。何老师，哇，宋小轶，好久不见。Hello。尾波冲浪特别好玩，你有兴趣吗？我不下去，因为我脚受伤了。哦，你不玩是吗？哦，他一想是陪陪我，就怕我自己一个人去太孤单了。一堂，哎，你去吗？可以啊，何老师，赶紧的。好嘞。走吧，一星，走走走，快快快，走吧，姐姐。来啊，比比哈。我不是第一个了，我先学学。妹妹，嗯，好。好。我走了，姐姐。加油。加油。但是我没滑过，能教教我吗？我是我会。会游泳，会游会是吧？会。哦，会游泳就好多了。我们先在船尾先试一下。哇。挺凉的吧？妹妹脚准备上来，然后手往里拖，手然后拉住吧。哎，可是我这样感觉我会拽不住板子，是为啥？妹妹可以的，你不要怕，你先蹲稳了再站。哦，嗯。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准备好了，那走了啊。好。看右边哈，看向右边来，准备走。停住！可以，没问题。可以，可以。眼睛睁开，妹妹。眼睛睁开，睁开。哦，他闭着眼睛玩的。妹妹可以的。你只要把眼睛睁开就行了，你看清楚浪啊你！阿姨，蹲住蹲住，别起啊！再坚持一下，别起啊！蹲住，别起，别站！松手，松手！这把稳了。我还在单手哎。拉住，站起来。走了！哇哇！拉住，稳住，往前走。哇！飞起来！
妹妹太强了，妹妹很厉害，非常厉害。来，你准备一下。你加油加油！加油！厉害！哇，挺好。在有点小小的，你在巨大的浪里。好，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几次起来了？我给教练等一下。什么？教练被拉下去了。教练都服了我了。教练有点急眼，我说实话。他咋说的？什么反应？直瞪我。我说老师，我肯定回来找你报班。Oh no！ 赶紧洗澡，赶紧洗澡。磊哥，哎，要弄啥？我弄了个那个，我一会儿炒一个鸡呀，啊，辣子鸡呀。辣子鸡的重点就是，主要是辣子，没有什么鸡。来，大肖，加油！哇，好，大肖也会颠锅哎。好，差不多了啊。很好。王老师，我帮你干点啥？啊，没事，转转一圈。要不说，要不说你喜欢。包蒜吗？有够好多蒜呢。吃饭的时候都是这样吗？嗯，大家族，这就是得忙活点什么，反正看附近有点啥，抓起来的。哎，这杯子冲一下。这怎么又湿了？哎呦，刚才我又冲了一下。哎呀，我冲完了就是把它每一个都擦干了，你又给我冲一遍干啥？谢谢你啊。我终于有点事儿干了。擦干就行。大家手里都是有活啊。错了错了错了。一定是可以给我们制造一些工作。是不是有活了？来吧，来。谢黄老师的晚饭。来宋轶，欢迎宋，不是，欢迎宋轶，对，欢迎小轶，简称欢宋吧，欢迎小轶，啊，欢迎宋无比丁一腾，还有大肖，哎，玩得非常开心。回锅肉，大肖的回锅肉，嗯，嗯，可以。哇，这个辣子鸡太好吃了。嗯，我发现宋轶还真是挺爱吃这鸡。他挺爱吃辣子鸡的，爱吃辣的肉。哎，今儿这菜对着宋轶口，他喜欢吃辣，有辣味的肉，这不全是有辣味的肉吗？何老师，嗯，宋轶跟你是拍那个《栀子花开》是吗？是，一起的，我们一起认识的，对吧？新娘。哇，真的。新娘。这想也挺好玩的，这一代一代都有趣啊。那这些当年我们的儿子女儿在那演，现在都长大演戏，多好。所以何老师小时候抱着张艺兴也是很正常的。你们知道吗？他是很小很小的时候。你几岁那时候？六岁。六岁，小宝宝，哥们抱着艺兴拍个照片。其实是这样，其实我内心也很崇拜何老师。但我真的不敢，就我觉得我怎么可以去要求跟别人照相，而且别人也不一定想跟我照相，就脑子里想很多。那我们不上就是去照啊！一个男的这么取不得证呢，跟说我狗取不得证，取不得证，这猴子狗取不得证，下不了台面。对，哇，那时候我真的不行。
现在也是我张哥，张哥开心，太好玩了啊！你抱了个六岁的崽拍个照片，乖乖，你不热吗？你还穿个毛衣。我刚吃那冰淇淋有点拉肚子。哎呦，这我告诉你啊，你要胖一点，你这样身体不好，真的。我是因为拍戏那会儿，就是那个角色就不让胖了。妹妹啊，你不能把身体减坏。还有心啊，真的。所有演员都。因为你将来你还债的时候，你会痛苦死的。你让你现在小，你不觉得，你可能还能扛得住。等你忽然年纪一大了以后，你突然发现你原来你全还回去，你简直太痛苦，那还真是太难受，不好还的。不要因为大众的审美是什么样子，你就要怎么样。哦，你自己舒不舒服是很重要的。你因为吃东西，你开不开心？真的。开心认识你，你开心？你开心吗？认识你开心。开心，真的开心，真的。你是一个多面的人，你有很多面。怎么讲？就当你跟我讲你的那些自己的专业方面，包括这个艺术方面的事情的时候，你会非常认真，像一个老师。然后呢，你在跟我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像朋友，但你在游玩的时候又像另外一个人，那个人可能就是你自己。我觉得你真的是好人才，真的，一定的。而且这还没看到你真正在舞台上的表现，你真正在导戏的时候，那又是一个样子，绝对了。真是个超级，你是个，我觉得你是个神。你说老道，但是你有单纯，你又柔软又锋利。我也在品味你，就是你真的是。啊嘞嘞，妈微笑看我，嘞妈嘞妈。90后，搞起！希望未来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，像师傅跟吕思欣老师他们一样。我就在这儿。想好打包哪个了吗？哦，你还真要打包啊？黄老，你看，等了半天了都。哦，真的。你把辣子鸡打包点呗，这个不容易坏。哎，真是。你就多打包一点。这也是6季以来的奇景，怎么能有人来啊带打包盒的？我的天！真是太不好意思了。哦，你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太不好意思了。哎呀，我这是。这上半层不加点。哎，上半层还可以来点别的，都是紧上半层。你是真不含糊你？哇，真的打包？真打包？没了打包，我真是绝了啊！真棒，抢走！你说的回锅肉不打吗？朋友们，因为伊藤，还有我皮哥，还有大肖，今天非常开心能够留下来。跟我们一起，好吧？我提议我们把杯中剩下的特仑苏沙漠有机奶一饮而尽，好吧？好，毕竟是限量供应，而且非常的稀缺珍贵，就像我们的友谊一样，好吧？干杯！干杯！感谢特仑苏送我的韦伯冲啊！撤吧，朋友们，这么晚了。好了，我们回去了。回去喽，走吧，孩子们。大肖哥，放冰箱里了呗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，妹妹。拜拜。拜拜。快溜了吧，五米。别拉肚子了啊！小胖丁，小胖丁，我走了。小宝贝儿。
好啦，撤吧。来，朋友们，来，戏剧团的朋友们。下次再来玩啊！拜拜，兄弟。拜拜，妹妹。拜拜。戏剧万岁！你们知道我有多珍惜和你们在一起的时光吗？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款待。我是不相信有来生的，但我相信有我向往的生活。2022年，我要自律，务必。2022，我要大家都开心。2022，我要你看戏剧，好吗？朋友们，我们剧场见。低头，你要把华语戏剧带上世界啊！会的，磊哥，我们会的。你是要把华语音乐？你认真的吗？我当然，矢志不渝。我的初心就是这个。拜拜，长安见啊！好，拜拜，磊哥，回去啊，你到长安约我。放心，走吧。再见，再来玩啊！我们去树屋内坐会儿呗。那去吧，走。我就是看了他们三个人以后，其实我感触很多。哎，我感触什么感触？就是真，就是我能感受，就是这个真。他很喜欢丁一腾，他觉得丁一腾很真。不是，不是他一个人，是所有的人，这次来的所有的人，真的都很真。戏剧就是有这样的力量，戏剧人就是有这样的力量。屈楚萧比他荧幕上看起来真人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，是不是？对，所以这就好演员啊，完全不一样的感觉。我希望鹏鹏和妹妹有机会都可以演舞台剧，艺兴也是啊，但艺兴已经有很好的舞台了。那妹妹真的可以音乐剧，妹妹一定可以。那听一下，鹏鹏我也很期待。那鹏鹏更好，鹏鹏在荧幕上跟看起来更不一样，判若两人，演得好。鹏鹏在荧幕上就是一个人，在生活中，在生活中就是还是像狗一点。哎呀，太舒服，这舒服自己，可遇不可求啊，真好。鞋子啊，我帮你洗一下。刚妹妹说我们要去装那个斗，对，这旁边有一个那个小刀，是一个手工达人。哦，电焊，学电焊。跟妹妹换衣服吗？好，咱们走走。黄老师，哎，你好。哎，小涛老师，我让我们的两位姑娘来跟你学习一下吧。啊，哇，他们能行吗？电焊？哎呀，这个，哎呀，这个，这有点难度是吗？这难度太大了，我以为是鹏鹏还有鹏鹏和我们家是有两个劳动力，但是我们家俩劳动力啊，他还没有苏醒。那让他们俩这样，他们俩先看看，你学一学。好，你们先想想，你们要想给这个挂斗做一个设计，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形状呢？有没有什么想法？你们要不要画一画？这有笔。哎，妹妹最会画画。对，是吧？不，交给你们俩了啊。行，我俩、啊、你们俩在这玩吧。小刀老师，我给他们送过来，我就走了。好的，好的，黄老师，好，辛苦了，小刀老师。好，拜拜，拜拜，黄老师。拜拜。你看，这是咱的车。
哦，你画得很好嘞。对啊，它线条，一看就是专业的。不，别，怪不得房间里有画笔。哦、感谢大家对我的鼓励。可以这样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这个部分可以用网，这个地方，哦、这个整个这一圈都可以用网。侧面的部分。对，这个框架可以用这个方管，现在现有的方管。就是这个，就这种地儿是吧？对，这是框架。那底下是不是还得装轮子？对，对，轮子就刚好在这里。啊。现在我们就需要那个先把料下来，然后再第二步就是焊接。他们估计要起床了。这还放歌啊？对，起床歌。啊？几点了？都。起床床，起呀起床床。再来一遍，一直放。这个喇叭都不用装院里，就直接装对他们屋里就完了。啊、哦，对，一直切下去，一直切。好大声的起床歌，是多难叫、啊。我先演示一下第一根怎么切。好，这个保护眼睛吧，先。好，谢谢，嗯、谢谢。你们试一下，感受一下。不，你把它给我。放进去，对，然后再给它给卡死。对，您再进，好的，好，试一下。怎么关啊？它自己会停的，啊。太棒了，我觉得还行，姐姐你来试一下嘛，没什么，没什么感觉。对对对，好，我先上，来，我来。好。哦，厉害厉害厉害！哇，好快，两秒，两秒。我们先感受一下电焊。哎，很厉害啊，这个，好棒哦！我在学电焊，感觉不一样了。哇塞，它亮花的时候不就黑了吗？还会看到自己的眼睛。现在你弄这个也挺好的，非常，已经可以发证了。开店，我跟妹妹去开店。我觉得可以不用让鹏鹏他们来了。我这么厉害啊、嗯、他俩好厉害，太厉害，让我想象不到，我以为是你来焊，我也以为是我来焊，结果我睡到了12点。我钢铁侠啊。电焊侠，电焊钢铁侠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。你们俩要不要休息一下？好，太棒了，你们俩，那交给你们了，好不好？嗯，好，鹏鹏加油啊，注意安全啊。加油，行，咱们回去，和你俩去吸吸汗，蹲半天了。可以先从这里焊。太有成就感了，你俩。这样子以后我们有工具可以自己在家做茶几。什么都能做呀。对。辛苦了，妹妹。不辛苦不辛苦，小易姐比较辛苦。他们已经焊出来了，就剩两边兜个边就好了。哇。朋友们。黄老师弄了好多水果啊，对，这个水果啊，要搭配特仑苏牛奶。我平时早餐也喜欢这么搭配。这个特仑苏牛奶升级了，每100毫升含4.0克乳蛋白。哎，所以它这个水果配牛奶，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有机营养、嗯、啊。冰牛奶，冰水果。干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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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先回去收行李。
哇，你快走了，一年之计最帅的时候。你给我吧，辛苦了，小易。拜拜。拜拜了。拜拜。注意安全啊，去新疆啊。拜拜。注意安全啊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送你走，这边走。好了，我不送你了啊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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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下次见，再见，拜拜，拜拜，你们全走是吧？围坐沙滩共聚餐，炖炒川味，糟粕摊，宋轶，七嘴八舌齐上阵，狼吞虎咽众人酣，都被我吃了，而且离我又太近了。妹妹记得你的美术展，2022我要做更好的自己，我本是最好的自己。